再回来学集合，其实会觉得半部字典只有 key 的字典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。那在集合的资料结构这边呢，我们会用到大括号这个符号。你干嘛？好，那在 Python 这边，它大括号是代表集合。然后所以除了大括号以外，你看一下，用起来好像领域一加有，因为。哎，这你打错了。看一下哦，是这样，是五月五号的数。它是从零到，它的 B 是隔五个啊。
insecures. Let me hit the overdrive.学校会上网课，那没意外的话，可能就可以录一下给你们看。